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们再次回到上帝的殿来敬拜，来赞美他。诗人大卫这样说，他说，当人对我说，我们一起去耶和华的殿，我的心就欢喜了。确实今天早晨我们要带着欢喜的快乐的心来到主的跟前，因为这位主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圣洁上帝的羔羊，他不但为我们死，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并且神话语也告诉我们说，上帝就赐给他一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值得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的。所以我们在这时刻就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在这时刻愿神借着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尽情的用心灵与诚实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愿意的来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去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仍然能够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来到你的跟前来敬拜赞美你，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主你的怜悯、你的爱、你的看顾、你的保守。因此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懂得如何的来数算您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时刻我们愿意的来卸下我们的重担，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也可以用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赞美你，使我们的敬拜赞美如同馨香的起舞，再一次达到主你的跟前，讨你的欢喜，蒙你的悦纳。愿上帝在宝座上面享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并且愿圣灵你自己也帮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您自己。如此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宣召，诗篇95篇1-3节。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到他面前称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弟兄姐妹请站立，让我们以感恩喜乐的心到神的面前来称颂他的名，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全心感谢，全心赞美，心如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
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领我到溪水旁来安歇。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主啊，谢谢你眷顾我们，即使在狂风暴雨当中，你仍与我们同在。在世界动乱的时候，你仍坐着为王，你大能的手仍掌权保护引领仰望你的人。主啊，我们要扬声宣告你是信实神。感恩祷告奉靠主圣灵，阿们。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我祝福。
沙漠中开江河，荒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必成就大事。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这么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以下的诗歌是取自诗篇六十三篇，让我们以谦卑渴慕的心到神的面前来瞻仰他的荣美。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让我们一起来唱：我要永永远远爱你，我要永永远远爱你，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与你面对面。我
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王文桥博士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信息，题目是羔羊的愤怒。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圣殿的外院里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那里兑换银钱的，就用绳索做了一条辫子，把众人连牛带羊都从外院赶出去，倒掉兑换银钱的人的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市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店心中迫切如同火烧。犹太人就问他，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显明你的权你有权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犹太人说，这殿建了四十六年，你三天之内就能把它建造起来吗？但耶稣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了他所说这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着是什么。王博士，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再一次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分享神的话。我记得上一次来好像是半年前，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回到他的面前一起敬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我想请问大家，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愤怒的经验啊？有没有？有没有生气的经验？有啊，我相信一定有啊。不过每一个人愤怒的表现不一样，是吗？有些人愤怒啊，是不说出来的，是憋在心里，藏在心里。有的人愤怒是怎么样？大发雷霆是吧？人大发雷霆，还有敲打地子、敲打桌子啊，还有摔东西哈、摔碗、摔盘哈、特别在家里头啊，夫妻吵架的时候啊，我见过一个人，他平时是很温顺的啊，他很少发脾气，很多人都说他是好好先生啊，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看见他大发脾气，哇，很凶啊！他发脾气的样子啊，很吓人，很吓人。要他好像判若两人一样哦，变成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他会如此的生气呢？我想一定有一件事情是使他无法忍受啊，大发雷霆啊。后来查
他的原因啊，原来他原因他是受了诈骗集团给骗了他的钱，所以他非常的生气。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啊，羔羊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羔给我们印象都是非常的什么温顺的嘛哈，羊都很温顺的，是很少愤怒的啊，很少发脾气的。但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啊，耶稣基督他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去，在店里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卖牛羊的，还有兑换银钱的人，他心中非常的愤怒，他非常的生气啊！后来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他就拿起绳子，就做鞭子，当着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圣殿啊！他到处那些兑换银钱人的钱啊，推翻他们的桌子。我们看见当时耶稣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愤怒，愤怒到极点。当时耶稣的愤怒，耶稣的怒气啊，让门徒想起诗篇一句话，诗篇所说的一句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看见耶稣当时他的怒气啊，什么样？就好像火一样啊，在他心中焚烧，在他的心中燃烧，一样的可怕。可见他非常的愤怒，非常生气。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想到哇，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蛮有慈爱。我们主耶稣蛮有恩典，主耶稣蛮有怜悯，我们也忽略了主耶稣原来他也有愤怒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有时候我们以为主耶稣好像圣诞的老公公一样，非常的慈祥，不会发怒。其实我们这样想法，我们是对主耶稣认识还不够。我们主耶稣他有慈爱的一面，也有公义的一面。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公义的一面，他很容易就轻看主。一个基督徒不认识主严厉的一面，就很容易轻易的犯罪。等到一天主耶稣突然向他变脸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主耶稣发怒是那么可怕的。就如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主也会向人变脸的我们人也会向人变脸，主也会向我们变脸了。当我们行恶的时候，他就会向我们变脸。这是主耶稣严厉的一面，严厉一面。主耶稣当时对着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这样愤怒，有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因素使到主耶稣这样愤怒呢？这些人在圣殿里做了什么事引起耶稣这样的愤怒？我们今天是不是像他们一样同样的犯了的毛病呢？希望我们能够从他们的问题上学习一些功课。那第一呢，主耶稣的愤怒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信仰的实质，失去了信仰的实质。当时的祭司还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只是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敬虔的心。他们就如保罗所说的，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假借敬虔，假借敬虔，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谋利啊，谋利益。他们的外表好像很敬虔，但是内心却是不虔不敬。所谓有宗教的活动，可是真正的目的是要借着这来谋取个人的利益。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主看见这些人的内心如此的败坏，而感到愤怒。那逾越节是犹太人最大的节，对吗？那根据这个解经家巴克莱的说法，他说这个节日，这个节期呢，是律法上规定在耶路撒冷15公里之内的成年的犹太人都要去圣殿参加圣殿的敬拜，不但是敬拜，要上去到圣殿去纳税和献祭。解经家这个巴克莱他说耶路撒冷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时候达到25万人，达到25万人，人山人海，人潮非常汹涌啊。因此就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买卖赚会，机会难逢啊，不趁机赚一把，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因此本来这个节日的目的是要让人来到圣殿来敬拜神，让人朝见神，让人侍奉神，但却被给一些想要趁机牟利的人给破坏了。敬拜和侍奉神只是虚有其表，取而代之的是为自己牟利。本来来圣殿的目的是要关心神的事，要为神做事，可是却变成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做买卖，如果是只是在圣殿以外，那还情有可原，也许主耶稣也不会那么的生气。可是做买卖却进到圣殿里头来了，那已经是太离谱了，已经太过分了。这里更证明了，不只是普通的老百姓，连在圣殿里管理圣殿的祭司和领袖嘛，都有份参与，都参与在内，个个都有份。不然这些普通的人不可能进到圣殿里去做买卖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不可能进到圣殿里去做买卖的，只会得到祭司们的同意允许。所以在这个利益当头的环境之下呢，圣殿里的人如何能够产生真正敬虔的心呢？很难啊，是吗？很难。那他们的心里哪里还有上帝？他们心有什么？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上帝已经被为自己谋利而取而代之了。所以难怪主耶稣要这样的愤怒，要那么的生气，愤怒到极点，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侍奉，我们是不是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呢？当然不会了，是吧？因为我们的敬拜和侍奉方式已经不是不一样了，我们不需要带牛带羊带鸽子来到圣殿了，我们不需要了。但是我们真的要留心，我们敬拜侍奉的目的，我们的心是否向着神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对着神呢？还是我们抱着谋利而来呢？
当然我们不敢在教会里做生意做买卖嘛，但有可能我们的心已经被别的东西给取代了。肯定你说牧师怎么可能呢？今天教会有什么利益可图呢？教会有什么好处可得呢？当然教会有时得不到什么物质的回报啊，但我们人的心很复杂。没有办法知道人心想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每一个人心想要的是什么。那谁最清楚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只有我们个人知道。我们知道自己比较清楚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神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从这件事，从主耶稣的愤怒可以提醒我们，主耶稣非常看重人对他真正敬虔的心。都敬拜和侍奉没有真正敬虔的心，敬畏的心，就变成一种形式化了，其表只有虚有其表而已。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七节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说真正的敬虔不是说今天你要敬虔就能敬虔了，真正的敬虔是要不断的操练，要不断的培养，不断的学习，天天操练培养对神敬虔敬畏的心和态度。那如何操练呢？就是少关心自己的利益，少关心自己的权利，多关心神的事，多关心神的旨意，少关自己的名利和地位，多关心有需要的人，多关心那些有困难有困苦的人，而多关心上帝的荣耀，那就是敬虔的生活，那就是敬虔的心。这是我们需要每天操练的，每天培养的。第二方面呢，主耶稣的愤怒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玷污了神的殿。第一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已经失去了实质的敬虔。第二是因为他们玷污了神的殿。在神的殿里头本来应该有什么？有神公义和圣洁的属性，是吗？然而当时的犹太人已经玷污了圣殿，圣殿已经失去了这些了。圣殿不但没有上帝公义的圣洁属性，反而不公平、不公义、不圣洁，买卖牛羊还有的声音充满了神的殿。主耶稣看见这些人在圣殿里所做的与他的公义而圣洁背道而驰而愤怒。根据这个解经家巴克莱，他说当时每一个十九岁的犹太人他们都要去圣殿纳圣殿税，每个人要纳半舍克拉，大概是两天的工资。但是要纳圣殿税呢，要必须用圣殿的钱币、银币、钱币，不可以用别的钱币，不可以用罗马的或者其他的。为了要顺利的纳税呢，纳税人就必须向那兑换银币的人来换圣殿的银币。
换银币的人为了要换这个圣殿的银币呢，他要多付一马。那一马是什么？一马就象征一天的工钱，一天的工资，也是还超过这个数目。因此呢，就加重了那些朝圣者的负担。还有呢，就是要献这个牛羊，献鸽子，一堆牛羊在圣殿中买的价钱要比外面的价钱要贵上好几倍以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简直是在怎么样，在勒索，在敲诈。那主耶稣看见这些人贪得无厌，难怪主要如此愤怒，那么生气，要用绳子当作鞭子去把他们，把这些推翻掉。上帝的殿属性是有公义和圣洁的，是不能让不公义、不圣洁的属性来损害他的名，却被当时犹太人为了牟利而被玷污了。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上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了嘛？一方面，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了一道墙而已。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看见哈，他们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只剩下一道墙。圣殿已经在主后70年被罗马提多将军给拆毁了。另一方面，因为主耶稣已经借着他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另外呢，建立了新的圣殿。就如约翰福音2章18节啊，犹太人问他说：“你既然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们三日内再建立起来吗？”那约翰使徒约翰解释说：“耶稣这个话，耶稣这些话，是以他的身体为什么？为殿，以他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门徒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借着他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建立了新的圣殿，新的殿。那这殿是什么？这殿就是教会了。就是今天我们加入的教会啊，并且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殿。这样我们不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不再需要去那里以色列的圣殿，因为耶稣本身就以他身体为殿。所以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因为教会是耶稣的殿，也理当要有什么？要有耶稣基督的属性，是吗？也要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不但如此，我们教会也要维护耶稣公义和圣洁的属性，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必须的。倘若如果今天教会失去了这些属性，这些公义和圣洁的属性，那也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了，也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殿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殿有些什么呢？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殿，有没有耶稣基督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呢？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殿，每个人都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谋利，与别人、与他人、与弟兄姐妹有纷争，有结党，有猜疑，有嫉妒，有毁谤等等呢？如果是这样的，神的殿已经是被玷污了，神的殿没有了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神公义圣洁属性已经失去了，已经不在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当如何呢？我们当怎么做呢？我们就当要悔改，我们就当要回转，求主除去，求主洁净圣殿，洁净我们的教会，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重新呢恢复释回耶稣基督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就如这个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说，神的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圣洁和公义的属性。第三呢，主耶稣的愤怒的原因是犹太人他改变了，改变了神的殿的功能，改变了神的殿的功能。耶稣说，不要将我的殿，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当作市场。在马太福音那里，21章12节到13节，那里在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你们倒使它成为什么？成为贼窝。哇，他们改变了神的店的功能，神的殿的功能。有些解经家说，这是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是马太福音记载这段的经文，解经家说是第二次，那约翰福音那个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可见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吸取教训，有了一次，还有第二次，他们还是依然故我，他们还是死性不改。这很难看，主耶稣这么神奇，这么愤怒，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还有那些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神的殿原来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本来是应该要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上帝，寻求上帝，来祷告上帝的地方，是吗？神的殿是不是这样？但是相反，现在不是这样了。
神的殿被犹太人把他们变成什么贼窝了。神殿本来是要敬拜祷告为念的地方，现在变成贼窝。贼窝的意思是什么？贼窝的意思是神的殿本来是应该叫人喜欢来的地方，现在呢却叫人害怕惧怕来啊。有没有人敢去贼窝啊？你敢去贼窝吗？肯定是不敢啊，一听到贼窝就吓死了，没有人敢去。所以难怪耶稣要这么神奇，本来是要人喜欢来的地方，欢喜来的地方，现在呢变成叫人恐惧变人害怕的地方。圣殿本来应该是有上帝公义和圣洁的属性，不单要有公义和圣洁的属性，还要有什么？还要应该有充满爱的属性，充满爱的地方，有神爱的属性的地方。但是今天变成冷漠、冷酷、冰冷的地方。这值得我们反思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处境如何呢？我们教会的光景是如何呢？是充满爱吗？充满温暖吗？还是充满的冷酷、冷漠？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一个比喻，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有一个人在看一间商店，看一间商店，但是许多人，许多客人走过他的商店的时候都不敢进去，都跑到隔壁的另外一间的商店里进去了。就很奇怪，为什么人都不敢去光顾他的店，反而跑到另外一间商店去。后来发现原来在他的店的门口，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很凶的狼犬蹲在他的商店的门口，有一只狼犬，难怪了，有一只凶猛的狗在他的店门口，难怪没有人敢进去那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店有没有狼犬呢？有没有这只凶猛的狗把人给吓跑了？也就这狼犬就是我们对人的冷漠，对人漠不关心，或者对人不理不睬。这只狼狗，所以今天教会要吸引人，我们基督徒的爱的见证是很重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非常的重要。没有彼此相爱，怎么能够吸引人呢？没有彼此相爱，怎么能够把人带到教会，带到神的殿呢？彼此相爱不只是常常聚在一起啊，当然是很好，我们常聚在一起是好事。彼此相爱更重要是当弟兄姐妹有需要、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那个彼此的关心、彼此帮助、彼此代祷、彼此代求。彼此有生命的那种需要和关系，这就是彼此相爱。今天我们看今天的世界，我们从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说，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等等。所以不只是当时耶稣的时期，耶稣要面对当时玷污和破坏圣殿的犹太人。今天末世也是如此，保罗也告诉我们，今天末世不单是如此，而且更厉害，更加严重。我们也看到今天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玷污和破坏了，受到许多假先知、假教师的玷污。我经常到不同教会去讲道，也确实看见有些教会是有名无实的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有名无实的。什么原因呢？当然原因很多，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老基督徒这个生命，基督徒这个老我，基督徒的旧的属肉体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没有死去，还是不但没有死去，还活得非常活跃。那个旧的生命还是非常的活泼活跃。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有位老师年纪蛮大的，我们都很喜欢他这位老师，但也很不喜欢他，很奇怪哦，喜欢他又不喜欢他。喜欢他是因为他却是一位良师益友，他却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教我们很多真理，很多属灵的知识。不喜欢他是为什么？因为他很老是喜欢问我们一个问题，他很喜欢问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死了没啊？他问你今天死了没啊？他所谓的死，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肉体死啊，而是指我们的老我啊，指我们既有的生命。自我中心啊，骄傲自以为是那个属肉体的生命死了没？人还是活着，但里面那个老我没有死。他的死意是说，就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老师的意思是说，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的老我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有一次他问一个同学，他说你死了没？这个同学说没有，没有死。他说为什么？那个同学说，昨天还有我还有跟我太太吵架，跟他太太，他说你赶快死，赶快回去跟你太太和好，跟你太太道歉，彼此和好。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学历很高，如果我们知识很丰富，如果我们恩赐才干都很强，我们的财富很多，但是我们这老我，我们旧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我中心的生命没有除去，我们，不但不能给教会带来
祝福，但不能给教会带来帮助，反而可能成为教会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能不留心，这个老我真的要除去，旧的生命真的要死去，不然教会没有盼望。因为我们看到教会好多的争执，好多争吵，好多的问题，就是人的老我没有死去，不但没有死去，还要活得很活泼，很活跃，这个老我。所以你看到教会的问题一大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迫切要为教会祷告，让信徒能够除去这个老我，除去亚当自我身，让教会有真正敬虔的信徒和领袖，让教会有圣洁和公义的基督徒和领袖，让教会有生命见证并且还有爱心的基督徒领袖。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再次教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你借着耶稣基督他对当时犹太人的愤怒更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倘若我们的心对你有不虔不敬，倘若我们的心有不公义和不圣洁，倘若我们的心对你对人冷漠无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求着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免得你向我们发怒，免得你向我们变脸，让你生气。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谦卑自觉，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恩典，你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王博士跟我们分享的美好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大家一起来祷告，愿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还有我们要被圣灵洁净，更新我们的生命。好，现在请大家站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See
紧握，更新我。